是金鹰奖的彩排。今天是金鹰奖的彩排，然后我是总招，我现在正在彩排的现场，明天才是正式的金鹰奖。比赛，今天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属于金门大学的活动。金鹰奖这个活动是属于金门大学的歌唱比赛，是由各系再到全校，初赛是由各系自己举办，或是和学生会合办。世上唯一不变，世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。爱都有期限，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。All dreams of trying hard to kind of dream before you someone to share with. Why did I just be?然后各系的冠军再去比一次全校性的决赛。这次我们气管系是自行举办的初赛。我现在呢有看到吗？我满头大汗，乱七八糟，而且还是素颜。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要赶快洗澡、梳妆打扮、换衣服。那我们就待会见。看我穿的秋裤。我现在已经化完妆，也化完衣服，现在在比赛的现场啦。李嘉璇刚打完比赛，很累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比赛就要开始了，现在正在大家还在准备中。Thank you.
道友，七爱好声音，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一直陪着我的你们。2021年金大气管金韵奖下台一鞠躬。最后，谢谢那个仍然享受舞台的自己。曾经的我好像已经快把你给忘记了，但我发现你一直都在，以后